短发英气，利落干练，这就是刘诗诗饰演的警察女男的形象，这和她以往气质女神的形象大相径庭。刘诗诗自己也说，这次的角色和以往相比是蛮不一样的。她形容米南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，对于自己认定的东西非常坚持，翻栅栏、跳高架桥和罪犯打斗，刘诗诗都是亲身上阵。米南是痕迹学专家，除了捕捉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，也要面临提枪上阵、以命相搏的危险境地。这种文武双全的设定，让刘诗诗女性的温柔细腻之中还透露着刚毅霸气。在一场室内戏中，刘诗诗怒吼突破形象，展现出暴力强势的一面。邓超说米南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，他大赞刘诗诗行动力真的很强。